宜兰清水地热人潮汹涌，想要主食来客问全蛋，还怕挤不进去。休息区全坐满，一有人起身，马上就有人补位。清水地热油气区初二一早八点多就启动车流管制，实施一出一进。同样有警方加强管制车流的地方，还有新竹内湾老街。老街里熙熙攘攘，挤满了走春民众，趁着好天气一尝道地小吃。一锅锅臭豆腐炸得金黄酥脆，老板的手忙得停不下来，因为放眼望去，排队人龙看不见尽头。那已经现在排多久了？10点开始排，然后抢到第一排。吃臭豆腐也要抢头香，一大早就从南投特地来，排完闲时再去吃甜甜圈名店，也是有名吧？对啊，跟着排就来一起排的，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哇，倒掉了！石头由大往上叠，过年走春热门景点，怎能少了七星潭？全部我寄出来去投，阿姐风景真水啊！七星潭嘛，来花莲就要来啊！哦，这边风景怎么样？风景不错啊，不错哈、哦。对啊，哦，嗯，带他来玩。农历春节，感觉到哪都是人，看看国五车潮就知道，一眼看不到尽头，走走停停，几乎变成定点的大停车场。但旅宿业者却说，订房状况不如预期，花莲、云林订房率只有50%满，苗栗60%，小琉球跌到剩下30%，形成特殊的冷热两样情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